接头是来德甲乡，由德甲国小校友会发起的寒冬送暖捐赠年菜助兴公益活动，27号伫德甲清水工程深水区周边广场举行。同工也阁有卫生所提供 X 光车免费健检，公益晚游会舞台表演，吸引大批民众来参与。德甲国小校友会是由一群热心的校友发起，去年4月份新成立的团体。以成为校友间认识的平台，凝聚校友，啊，佮有对母校，啊，佮有地方的向心力，协助母校校务发展为宗旨，积极本着取之于社会、回馈社会的精神，将这份爱心扩展到乡内弱势民众。接由这件的活动，予民众食健康、过好年。真欢喜吼！啊，今仔日是拜六上午。咱的德甲国小校友会理事长刘文义，啊，带领阮德甲，包含咱新武庙的艺文协会，啊，即就是咱德甲优心的干部吼，啊，交公所共同来办理这个寒冬送暖，啊，予咱德甲乡即个中低收入户交边缘户，啊，来甲因加菜，啊，送一寡菜料，啊，予大家过年会用食一个温暖。尤其是这对边缘户吼有真大个帮忙。边缘户就是讲租价吼无符合着中低收，所以政府足侪福利吼，伊惊吼申请补助请较袂够。啊，所以咱也真欢喜讲咱校友会刘理事长带领之下，阮这个乡的乡亲吼，拢足大力嘞，对咱这家这辛苦的家庭，拢有大力啊，甲因斗相挺，即嘛，阮这个乡感觉特别温暖。啊，公所伫遮亮出啊，代表所有的乡亲哦，甲咱的老理事长感觉感恩，咱感谢吼，咱这个德甲吼，乡公所吼，咱这个曾乡长吼，伊是阮这个校友会啊吼，啊，这个收到这个消息啦吼，啊，因全力啊吼，公所来甲咱协助吼，啊，咱今日嘛是啊吼，咱这个德甲吼，迄个真武玄天上帝吼，义文协会啊吼，甲咱一寡吼，即个团体甲家己关啊卫生局吼，甲德甲卫生所吼，伊嘛拢全力来斗相共吼，啊，针对即届的寒冬送暖啊吼，就是阮校友会啊吼，第一摆啊吼，想讲啊吼，抛砖引玉的概念啦吼，哎呀吼，阮是完全拢无经费，哦啊，就是无经费吼，啊，这个消息啦吼，啊，这个善心哈吼，这个善心的人吼，啊，拢吼，伊甲阮认购年菜，甲阮吼，这个活动吼，会当啊吼，安尼吼，完全啊吼，圆满的吼，去个举行吼，啊，今日吼嘛是有一寡这啊吼，单位啦，市集吼，啊，这单位市集，这拢为高雄台南起来。吼，爱你嘛知影讲吼，咱今日要做这公益，人大家嘛拢来甲咱斗相挺的吼。吼，爱咱今日啦吼，咱算啊吼，这个校友会啊吼，爱拄是去年4月才成立尔，拄成立无偌久吼。爱我吼做理事长吼，我想讲来做一个抛砖引玉。吼，爱伊本身就德甲人吼，啊，咱就来吼回馈咱的德甲这边吼。啊，这届捐赠的对象啊吼，是这低收入户吼，甲这边缘户的这啊吼，这较需要吼困苦吼，啊需要斗相共的这啊吼，这啊吼家庭吼，啊所以相信啊吼，我今日吼啊这个啊吼，大家才信心嘛吼，帮忙之下吼，爱相对啊吼，希望每一年吼，拢会当过来举行吼，这种个较有意义的活动。这件提供的菜色总共有10项，菜色相当多元，啊，佮有丰富。希望这乡亲享用美味年菜以外，更加会使延续到社会的温暖，嘛希望这个爱的力量会使一直延续落去。校友会已经多位成员参加安尼的活动，更加希望接触抛砖引玉，吸引更加侪民众来共享成绩，去帮助更加侪需要关怀的族群。最新新闻在线的家乡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